冯素波搞鬼贴歪嘴照，问系咪持续老豆冯峰。79岁波姐冯素波向来好玩得，佢喺社交平台分享嘅贴文大多系吃喝玩乐开心铺。今日佢就嚟搞鬼，分享自己嘅歪嘴相，同爸爸冯峰生前嘅相作对比，留言问我系咪似足老豆。波姐表示种完牙麻醉仲未散，自拍有惊喜。当有网民留言话真系好似，波姐仲反问有几多成呢？冯峰于30年代为著名粤剧小生，入咗电影界后都系做男主角，但后来因为玩健身弹弓。弹弓意外反弹令佢破相，从此成为歪嘴，佢亦被迫由主角变配角。姚莹莹仔仔游泳攞奖，12岁 Even 练出空腹肌。姚莹莹未婚诞下嘅仔仔 Even 今年系中一生，自幼就系游泳健将，近日喺学校游泳比赛攞奖。姚莹莹喺社交平台分享仔仔攞咗3个金牌，同埋企喺颁奖台上面嘅相。作为妈妈嘅莹莹为仔仔感到骄傲，佢留言表示疫情结束之后第一次学校游泳比赛喺大泳池举办，所以玩得好开心。12岁嘅 Even 身高已经过妈妈膊头，但一直都比较瘦削。不过今次莹莹贴出嘅相 ，Even 游水锻炼嘅胸腹肌开始展现出嚟，连朱自然都留言赞 Even 好 fit。